我吃好西瓜啦，是嘞。啊靠！别吃好西瓜啦，不是吃好西瓜啦，怎么打的瓜？我脑子里面想的是西瓜，结果我眼睛想的看的是西瓜。啊，二七二，那逃跑刀子，杀人魔，大逃杀，大逃杀啦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对了，再来三颗木加这个星星，不是十只，我们讲的星星，林宥嘉是不是？林宥嘉，林宥嘉是这样猜吗？有呢，林宥嘉最下提飞机，打飞机，飞机脚，飞毛腿，飞机脚是什么小？为什么我刚才想出这东西？哎，真的有哎，飞机腿。柠檬加一个人，这是柠檬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食物？我看不懂。我很少吃水果，对食物的辨别不太会。酸民啊，酸民！哎呀呀呀呀，酸民酸民呀，酸民民酸民民酸民民民民民 ，yeah yes 加灵芝啊，夜市这靠呀，这样猜的、啊，夜市给打变成夜市。哇，你们也是猜的爆快的啦！你们是猜的爆快的啦！你们到底怎么猜的？这么扯！黑加灯泡，乌漆嘛黑，黑暗之光，黑暗之光什么呀？好吧，看一下好了。黑暗，哎呦，有光哦！黑暗之光啊！呜 ，Who are you？ 黑暗之光哪根毛啊？那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方块加这个方块加方块熊猪，哇，这是什么、啊？正中机。正中机，那方块跟正，哇，正中机就猜出来的，好厉害！正中机是这个机吗？正中机，他没事被感染这样子，粉丝出来打人哦。哎，好，好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个李白，什么？这个李白的黄故人西城梦，烟花三千里。李白，过驾鹤西归了。太简单了，我没看答案呢，这是我自己猜出来的。啊哈，我果然是第一个说出来的，哈哈哈。因为其他人要打字嘛，所以呢，他打出来的时候呢，时间已经拖到了。驾鹤西归，是嘞。啊靠，别驾鹤西瓜啦，不是驾鹤西归啦，怎么打的瓜？我脑子里面想的是西归，结果我眼睛想的看的是西瓜。靠，这个不上，这打叉叉上，我不要看。直北吗？插上是吗？插错，错上，硬上，哦，硬上，没有啊？陈升吗？陈升啊，陈升啊，陈升，啪！男主女的是不是？向左走，向右走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一定是我对。向左走，向右走，哦，可以的吧？简单的吗？哦，又来了，分开旅行。啊哈，知不知道什么是分开旅行？有没有现场有没有不知道分开旅行的来留言？不知道我就放音乐给你听，绝对错了我给你打。分开旅行，什么事？分开旅行，来。这是分开旅行啊，为想结局我明白。OK， 停！不要再给我唱下去了。笨蛋，想害我这个直播不能赚钱，是不是？这个版权的呢，别闹了啊！知道了哈，分开旅行。好，再来，再来停啊！沙很大，沙很大，有没有知道什么叫沙很大？很累，很累啊！郭书瑶啦，哈哈，郭书瑶不是沙很大，可是有沙有大怎么没有郭书瑶？不，怎么没有沙很大？你们知道？我们现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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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很大，沙很大，片很大，什么很大的？其实哦，这些很大的东西啊，这个大，我觉得这个来源好像都是郭书瑶。最流行的就是沙很大嘛，然后那个大什么什么什么大，然后就开始流传出来了。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的。有没有不知道？要不要放 MV 或者广告给你们看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广告，看看我们那个哈很摇的画面。有哎，来。哦，这个放出来行吗？这放出来行吗？
想看吗？想看吗？你们想看吗？我觉得这画面很 over 哦，要放是不是？好了，我还是放一下好了，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。如果哪天墨镜要被变台，都是你们害的。哦，Oh my god！哇塞！哇塞！哦，这个震波有没有？各位高潮了没？你们这死变态！为什么是全脸呢、啊？那不是哦，这个全脸呢、啊？西瓜全脸啊！哦，原来你们讲的全脸是这一堆答案，天奶奶的，都给你们讲出来都不用玩。不过我很欣赏郭书瑶哦，我真的很欣赏他，因为他后面蛇加鸡，蛇鸡哈。这个郭书瑶哈，他后来转型的，我觉得他非常认真。他不是只有在卖他的外表，或者是他很大，他后面去演戏啊、拍片啊，我都觉得哦，他真的是看得到他的努力，我觉得很欣赏他，他很认真，就不错。这个、星星跟爱心是什么？前面有个星嘛，星星，星星什么鸟东西？星红，红星，红星 A， 寻找红星 A。我看了我自己能不能猜出来？色情是不是色情？不是色情。哎呦，心爱啊，心爱啊，是不是心爱？错，奈奈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聊天声好像猛跳，不行，刚刚稍微瞄了一眼，但是没看清楚，还没瞄到，还没瞄到，没关系。哇，好帅嘞！谢谢你，神哥，不对，神爸。爸，你还好吗？最近还健康吗？结果看到一堆有人打答案，星星看一下，星星刚好像才对了，是不是？不猜过了是吧？爱心错啊，一个星星会是谁？这到底是要克星吗？有人说克星，可是没有那个克啊，随便给他乱按好了。先来个星，星星刚打过了，我刚刚不是打过吗？或者说心情啊，我自己心目中有想过这个心情，但是我怎么没按出来？周杰伦那个，周杰伦的心情是这个心情吗？不是，那这个心情是什么心情啊？有一个人说的答案跟我一样，心情晴天的晴是周杰伦那个歌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拍照禁止拍照，赵又廷吗？赵又廷，赵又廷这样猜哦？对了啦，赵又廷啊，又嘞，是这个又吗？不会是这个又吧？哇、哦，这是这个又，哦。好，很多房子，八家将是这样子弄的哦，八家将真好猜，一个天空跟阿兵哥天兵啊，这么简单，智商爆发了，我的智商爆发了，天兵啊，简单啊，跑刀叉逃霸王餐是霸王餐吗？有人说，看到你们答案了，这很像，应该是对的。对了啊，看到你们的答案，我无法自己猜。地球跟这个是谁？地球被吸干，地球被吸干，饥饿三十吗？有饥，有饿，有三有十，错。地球百星星球，爱这个爱一个字看看，全什么？全球人寿，全球人寿。怎么被你们讲出来了？不过这应该我自己猜不出来，全球人都是这样猜哦，真好笑。零跟十四，零意识吗？零意识是谁？零意识的话，他好像是什么犯罪的？他什么犯罪的？哦，我刚以为四个字，因为是三个字，妈瞟眼怎么看成四个字？零意识我知道谁，但是又忘记他是谁了。然后苹果被啃了一口，加一加一零四，贾博士吗？是贾博士吗？那旁边一跟一零是什么东西？有人知道旁边一跟一零是什么东西吗？求职网，求职网，对啊，那求职网跟零一是有什么关系 ？Seven 加全家便利商店啊，便利，刚才打着便利全家，便利商店。对啦，贾博士英文念起来像 Jobs， 工作，所以右边是找工作，找工作就是贾博士。哎呀，你这个脑子转得很快，很好啊，灵光厉害啊，一七，不要，我不要打广告，我不要帮打广告，我看就好了。飞机，女生，飞女，空姐啊，空姐，嘿，
我刚刚不小心太大力放了一个屁。一个月亮跟女生，月嫦娥啊，嫦娥一定是嫦娥哦，有人打出来了，我们应该是差不多同时答对的吧？哈，应该是同时答对的，好不好？